个特殊的形式，其实有政策呢，它是也是有阶段性。那现在我们的孩子去了美国，是我们上海。My friends, that is why I married. What is in the need of Israel is in the capability of China, and what is the need. This 犹太人吧，现在离开。他在中国生活了半个多世纪，那么离开哈尔滨现在也有接近半个世纪了，就大批的犹太人。但是这些人呢，他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么在哈尔滨的美好时光，在哈尔滨给他们保证了他们做人的尊严、发展的机会和以后的那么提升。你像在以色列这个在副部长、部长以上的干部大概就有七八个，什么铁道部长、交通部长、这个新闻署长、体育部长、什么耶路撒冷的市长，也包括科学院院长，从哈尔滨走出去的原居哈尔滨犹太人或者是后裔。你其中以色列前总理他是哈尔滨犹太人的后裔，他本身没在哈尔滨生活过，但是他的祖父母、他的父母、祖父母埋葬在哈尔滨，那么父母生活在哈尔滨，相爱在哈尔滨，所以这些人对哈尔滨的感情非常深厚，他们把哈尔滨作为第二故乡，那么希望和哈尔滨一个是回来看一看第二故乡发展的怎么样，一个是希望那么延续这种历史的传承，就包括为哈尔滨的发展做些什么。所以犹太的企业家、犹太的科学家，那么犹太的这个企业这个商人现在这个越来越多的到哈尔滨来，那么包括以色列的高科技的资金那么投入到哈尔滨，包括以色列和哈尔滨的贸易从零现在到1亿美元，那么这个数量也是比较大。那么以色列的重要人物，你包括以色列科学院的院长，包括以色列前总理，也包括以色列那么以中友好协会的会长，他当年是哈尔滨的犹太宗教公会的秘书，多次率队率团访问哈尔滨，是不是对哈尔滨也包括这个来自美国、来自英国的巡爵，就是那么当年哈尔滨最富有的商人斯基德尔斯基家族的后代，他现在在英国那么是著名的教授，因为写了一本重要的书，就凯恩斯传，被英国女皇授予这个巡爵的称号。所以他来哈尔滨也是来了几次，那么我接待过几次，所以对这段历史，对哈尔滨这个地方他怀有深厚的感情。现在哈尔滨这个旅游啊，犹太人形成了一个专线，形成了专线，你看大批的犹太人，包括美国犹太人，美国那个反诽谤联盟这个主席，美国的这个率领代表团，就是犹太人这个组织，包括美国这个参众两院的议员的代表团，包括美国驻华大使、美国贸易这个前贸易总代表巴尔舍夫斯基都多次到哈尔滨来，他们对这段历史、对哈尔滨的感情非常深厚。就是我们到这个任何地方去，只要见到犹太人、犹太社区，即使不是原居哈尔滨犹太人，那么他们对这段历史也非常感兴趣，对哈尔滨
也非常感激。那么对中华民族，就这段善待犹太人的历史，他们是这个世代相传，口口相传，不会忘记。这个展示的是什么呢？是哈尔滨黄山犹太墓地，它是应该说到目前为止是东亚地区最大的、保存最好的犹太墓地，现在在这个在中国境内也是最大的，就是包括上海现在也基本上看不到犹太墓地了。那么这块墓地为什么保存这么好？应该说和哈尔滨人和犹太人之间那么这种感情是密切相关的。那么犹太人和哈尔滨人和睦相处，那么在一起经商，在一起上学，在一起这个工作，应该说呢这个里边他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你比如说这个我可以举这么几个例子。那么当年这个以色列前总理的父亲，他要回到以色列，他的祖父母不同意，说你要回去我不会给你一分钱，我不同意你去，说这里是最善待犹太人的地方。但是他为了实现他复国的梦想，他怎么办？他和他的中国同学，哈尔滨工业大学他的中国同学就说了他的困惑，他说现在我有机会要回到以色列，我要参加这个犹太复国主义的活动。那么中国同学怎么帮助他？帮助他把他介绍他亲属这个开办的一个中学，让他去当教员，当这个外语教员，挣足了路费，那么他才实现了他的梦想，然后经过欧洲学习回到以色列，成为以色列的那么国会议员，以色列的著名的农业专家。应该说没有中以人民之间的这个友谊，就不会有以色列那么前总理在以色列的发展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我认为这种友谊这不体现了一个深厚的友谊吗？Thank you.